非常大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第一部电影其实拍的是《长城》嘛，那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长城是让我对表演是有一种启蒙，我觉得是一种兴趣。包括长城也是导演啊，也是一些前辈给我的一些鼓励，让我有觉得在演戏这方面可能会有自己的潜力，让我有了勇气去学习表演这一方面。你们怎么回事？饕餮都冲到朕的门口了，朕的几千御林军，还有无数的黎民百姓，一眨眼全都没了。被捕获那个饕餮现在在哪？关帝牢了。那你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那时候表演有一些些需要弥补的地方吗？对，我觉得只要是回头看，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有青涩的时候，我觉得，对。台词方面自己是怎么样去下苦功的？台词方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讲的一些话之后去看，去听的时候就会听出来一些问题，然后呢就会去改正它，就会尽量去改正。包括上了北电之后也会有台词课，台词课呢那就是弥补你可能有口音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兴趣，所以他是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想把这个谜给解开。你们在写剧本的时候，这次出演这个《解忧杂货店》，其实是你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演主要的角色嘛，而且走到大荧幕上，肯定观众对你的要求会更严格了，你会有压力吗？压力是肯定会有的，压力才会有动力嘛。所以我觉得有压力不一定是件坏事，是坏的事情。反而这样一个压力会给我自己觉得，会努力去演绎，让如果让大家认可，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开心。活在90年代，那也活不了啊。结婚有那么重要吗？这还真的帮他开了店，那他就不用去当舞女了。你之前去考北电，是因为你想把表演作为你最后的一个终身的事业吗？没有没有，因为我其实没有给自己定位了，因为当时考北电也是因为，想去学习表演了，因为很多前辈的鼓励，包括导演也是让我去试一试表演系，那也是想去通过这样一个学习让自己的表演提升，然后让大家认可我的表演。其实我是觉得唱歌跟表演都是我都需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唱歌也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爱好了。对，我也不会，我是不肯定不会放弃唱歌的。那表演呢，就可能是现在正在去学习的一件事情。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桅杆东起的要在呀呀作响。其实我在表演课上，其实还是比较开放得开的。对，它是有一些那种动物模仿的一些课程吗？会，第一节课其实就是动物模仿。你模仿哪个东西最像？模仿的，我觉得模仿蛇吧。模仿蛇，好，跟你反差太大了。没有，我觉得蛇比较好玩，有点像牛，我就牛了。有一次，就是我看你说排那个小品作业啊，你选择了乞丐、学生、黄牛三个角色，为什么？这就是接触的比较多嘛，黄牛就每次活动都会见到那些黄牛贼眉鼠眼的那种，然后学生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学生嘛，然后也是想去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乞丐就是觉得就是反差比较大的一个角色，想去挑战一下，因为本身那个作业其实就是人物形象的模仿练习，就是去塑造人物，那就是改变的比较大一点，就会让大家更加的去相信你是这个人物。跟这个同学一起拍过小品吗？现在有有有。在这种拍小品的时候，你会是负责哪一部分比较多？你觉得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想去表达的东西，那大家就是讨论嘛。可能我觉得这样会好，你觉得那样好，那我们就去各自试一下，那看一下到底哪个调的更好。你对于这种创作，你有自己比较兴趣比较大吗？其实是挺有兴趣的，对。有未来有可能会想想自己加入一些创作的部分。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看这个刘天池老师，他是你的表演指导，从长城一直到这部《解忧》都是。那你觉得他是中戏的老师，他们中戏跟北电的老师，你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就是对表演上都是会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好评判，因为我觉得北电老师跟中戏老师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为了让我们对表演有一种新的认识，包括，可能对一些演戏方面，对塑造人物上面，其实这些其实这样一条路上，我觉得都会是给我们的指导。其实表演这方面还是看自己的。我重复说了，刚才那句话说，你们有病吧？你们俩有病吧？说出来，你们俩有病吧？自己，我觉得每个人对人物的理解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领路人嘛，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看自己
对待人物的一些塑造，嗯，包括有不足的地方，老师才会去说，去帮你去完善这样一个人物。我亲生父母不要我，我养父母不要我，现在连彩虹之家也要被江启梅给拆了。他们不是要拆吗？要拆就把我给埋了，我来帮他们拆。拆了，我拆了，拆了，拆了！小子，你们给我冷静一点，疯了吧你！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演员诞生》这个很残酷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电大一新生王俊凯。这个节目就是当时其实也是不敢参加了，当时也是不敢参加，但是想了很多，想了很久，就觉得，以这样一个学生去参加这样一个节目，有那么多的前辈，包括自己姐，还有丹丹老师、刘烨老师，就是会这样一个。会学习到很多东西吧，对他包括他们的一些建议，或者就是包括之后拍的那个影视片段，我觉得都是一种新的学习的方式，我觉得去了还是很有意义的。18年前的事情你就一点也不记得了吗？皇后娘娘就是你的额娘，要不要我把当年接生的嬷嬷也宣过来？对，我觉得演戏这些东西就是要看对手给你的一些刺激，因为可能子怡姐就是入戏比较快的，然后给我的那种反应，我就觉得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去能够激发出自己的潜能吧。嗯，那你讲你过去做的最叛逆的一件事情就是赖床，但其实对我们来说看起来这也不算什么叛逆的事。也不是最叛逆，就是不想起来嘛，就是工作不想起来，也是比较叛逆，也不是比较叛逆，就是不想起来。但是我其实最叛逆的事情也不是这个，还是有一些叛逆的事情。你是不是很早就有一种做艺人的这种自觉性了？没有没有，这个也是慢慢的吧，我觉得就是对慢慢的一些工作啊，或者尽量去控制，去为大家带来一种好的能量。嗯，你是自律能力比较强的那种人是吗？慢慢变强的。我其实自律能力没有那么强，就是还是要靠大家来，我慢慢的去把自己的情绪给他控制过来。嗯，有没有是在哪一刻你觉得这个演员的职业性我突然找到了？我觉得就是当我接到一个好的剧本，我觉得这个人物特别吸引我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开始对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开始研究，开始会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嗯，我听说你今天在看一本书叫《身份的焦虑》。对，但那本书是在高考那段时间了，应该是高考之前，就是别人推荐我去看的一本书。前半部分是讲作者一些经历，然后后半部分是他讲那个对抗焦虑的方法论。我不知道是你跟他有一些经历上的相似呢，还是为了找到那个方法。因为那本书讲的就是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焦虑吧，就是怕自己的身份可能没有之后会失去大家可能对他的尊重这样一种。嗯，只要大家把自己的就是身份想就是不要想的那么高，想低一点，那我觉得就是比平常心去对待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种焦虑就会消失。嗯，对，他教的这些方法你会去使用，你会有成就是使用成功的这种情况吗？其实会有用。你理解当中的这种成熟的意思是开始理性的分析很多事情，那么你到现在你会去理性分析的会有是哪些事情？对，我觉得成熟跟理性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嘛。嗯，对待事情都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想的话，那就可以去更好的去对待事情，那就是你之后也不会有太多去想去后悔的事情。嗯，你现在接一些戏的时候你是自己主导还是说大家帮你？其实大家的讨论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可能我一个人的建议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具体完善，可能大家一块去讨论这样一个戏，我觉得会更加的去更加的会更好，就是可能对自己本身或者对大众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种更完善的一种体现。嗯，因为其实我看你之前的一些经历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那种坚持，就是在你当时也看不到太多希望的时候，但是你依然在坚持。我不知道你现在就是可能成长了之后，你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坚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它可能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那我觉得现在来讲，我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小时候那种坚持，能够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觉得你认同就是坚持一定会有回报这样的一个？我认同。你曾经有过这种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吗？当然会有，就是，就是脑海中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就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还是继续坚持了下。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了，对，包括以前可能参加一些选秀的一些节目啊，这种失落感有时候会有一些。现在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去学习的一个状态，就相当于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把自己的就是比平常愿意对待很多事情呢、就没有那么多焦虑。其实作为一个偶像，就是跟粉丝的关系总是存在一些争议的，有些粉丝比较疯狂，那你觉得你跟粉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他们喜欢我是当然非常开心非常幸运的，那么就是也希望大家他们都能过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同时再来去可能说为我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自己责任很重大吗？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对，你不会让因为这些压力来影响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我觉得生活是自己的嘛，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对，这样只要这样一个你觉得这样一个方向是存在，那我觉得外界的话对你是不会影响太多的。我的心理能力算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还是能够去接受很多事情。